哎，你还选他们？没关系，他们比较好对付，跟兄弟的对决比较好玩。藏包还哦哟，是太阳。第二个。他不要闪到视野上就好了。嘿嘿，刚好让我拿到星星，是不错。不行，我回家只要二以上，拜托二以上。OK。我有空。不要闹哦！哎，这太变态了！闹这样的吗？闹人这样的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闹人这样的，又不是你被抢走。没有，可是闹人这样的。玩点别的，不然玩对付他。好，那你回攻他们，你们一起打。按了也不放，记得一起攻击他们。我是哪一个？我是红色。对，把他们盖住盾。哎，怎么可以打我的？怎么不可以打我这一块？把他们的蓝色，把他们的蓝色，你知道吗？蓝色。
蓝色最多剑，绿色剑，黄色。啊，好像很少。二十二。二十一。三十。哇，应该第二。啊。哦，还好第二，哇，第二。不错。再重新。幽灵要来。哦，是大便。哦，他可以甩脱。我居然想要幽灵，哎，哦，好吧。有病啊！我可以这样啊？什么游戏啊？很烂。对手玩家叫黄道具。这个也容易赢，等一下我要看对手玩家。他被敲打。哦，好。他被敲打。我每次都敲不到。你很坏。不要吵，我每次都敲不到。嗯，你们怎么出来？我根本抓不到啊。烂游戏，什么烂游戏？烂游戏，烂游戏，烂游戏，烂游戏！快啊，快啊，搞什么啊？差点死掉！太恶心！我心脏跳很快，我的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跳到……又来了。你一直在大眼吗？又来了。怎么可以用这个标准下去听？哟，哪一颗有什么？刚没这个啊。我妈两只是什么意思啊？被晒就两个都被碰到，就两个。要乘出六就可以拿到星球，乘出六吧。那叫点悲剧啊！哦，不错的，拿到十颗。得赖啊！还有谁？那个大家一起小游戏。哇！祝你闪到！啊！闪得到！我猜。绿色的。哎、欸！好、哦，你要当那个。说不定我闪到。你要当队长。所以我闪到你。你看我不说吗？每次都这样。没有学。我不会说这种事实。可以甩到五就可以得到小星星。
样子甩了我，拜托带头进来呀、啊、那是不是真的耶，开心啊，反正宝宝瞬间干涉有骰子怎么那么好，我游戏也有骰子，游戏不知道耶，以前我的接着吗？这个真的就去不了。那就玩小猫咪。哎呦，为什么要玩弹珠？这我们两个就要破了。然后按这个这样跳就好，这很简单。虽然很容易就会被踢出去。如果这是败者有胜小游戏的话，就会。难，我们只要一直躲起来，我们就躲在他后面就好了。我最后一名，你搞什么？出去吧，出去吧，我们已经出去了。哟，你也厉害是不是？耶！都这样，我们最后一名。尤其是他选的，不是，是的，是我们选的，不是，是他选的，加吧，不行，打个，加班本来是火山关的 boss， 这样操作，看一下是什么，操作，要得锤子，要 A 决定。数字没有分数，怎么玩啊，这好难哦！就是选锤子啊，选最好的锤子。谁知道最好的锤子？好吧。啊啊！我要选那个干嘛？我选那个干嘛？啊！没有看到，讨厌。哎，我选到树枝了！我刚才也用树枝啊。嗯。降落战器的太快。我零分哎、欸！啊什么？拜托金锤子让我选。我现在上升，你有什么意思？我需要金锤子。我需要金锤子。啊！我选错啦！我没有选到。我选错啦。我没有选到。哦、好吧，选、哦、选这边也不错。还好选到，至少要拿到。好，最后一集。最后一集一定要玩到。至少不要选到数字，你会生气。哎、欸，我选到数字了。哦，我最后一名啊！我好难过，我竟然最后一名。烂游戏。反正也不是我们选的。我要被淘汰，我讨厌鬼怪，就知道这不是个好选择。下条路吗？有啊，在看。没关系，你是没有变。星星改变。哇，这是什么？闪掉！
该不要进去。不要进去。然后到 B S。唉，我讨厌玩前面幻影星星哦不。但我不就啊又来了。前面幻影星星。幻影星星。一个就好。下一个是我。你又不会甩那么高。你在祈求自己不要甩那么高就好。我今天甩那么高，每次讲。炮弹机，我觉得炮弹很困难。哎、欸，我在哪里？你已经死了。可恶哎！我要夺回我的尊严。虽然没有那么简单。我觉得炮弹很难。我要夺回我的尊严。然后坚持那么久。这只是一问，然后都是草科选手。你有尊严吗？没有。什么？什么叫两个？只有两个？我只有六四五六三只，好吗？来了。屁！帮我游戏啊！最好甩高一点。我要看戏啊！气死自己了。上个星期他带我们脱离危险，可惜回来了。烂游戏啊！有一个幽灵，真的很好玩。你可以先拿到东西再损失一下。吼！完了，我现在被逼近了。啊！幽灵又来。哎，他就在后面。用 Q 零一闪。他只会走三步，又没有差，你又不会闪到三步以内，而且他可以用躲啊，那其实没有关系的，可以用一般闪的，他根本就是不会输的人选啊！啊，这是什么世界？当我没有说，抢走玩家的道具啊！我才不要这个、欸，什么嘛、啊！太烂了，这很恐怖了，马上就变最后一名了。可是我又不是第一，怎么讲？我不是第一，哎，我是第一名。完蛋了！你看，他又变第一名，他又变第一名，这什么意思？没关系，他也要被追上。好的，有人陪我了。就让我的钱陪你吧。哎、欸，我不会，我只要选那个路，我只要选那光影的地方。OK， 他要陪葬。我会考虑清楚的。算中。什么啊？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还有三个，不好意思，幽灵都不见了。对啊，没有。所以一二三，我可以没事做，我可以一二三，我也可以没事做，我也可以得骰子。好了，快点啦！那我当然要得骰子啊！谁要拿那个东西？谁不想得骰子？告诉我。好吧，我不想得骰子。那说我们小游戏吧。搞什么东西？来，烦死我去！一年后。这是什么游戏？可不可以用什么？我人生的参与。好，可以在用可能身上，我觉得到我就选你比较擅长。够不够听你？够。OK。好，准备加油。你又坐到下面去。我想要按这个。你可以放在腿上按啊。不行。
我最后一个坏掉了，我最后一个用错，我最后一个有三秒钟没有甩到，这个大概第二个位置。哇，厉害啊！变态！你看，花豹，我应该最幸福。没有，没有花豹。每次都是这样。每次都是这样。可以，可是至少我有拿到星星。虽然没有很多，但也还不错。你希望他甩到二或一？他是给我甩到一吗？哎呦，变态！他偏偏拿到多36，很多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他拿哎、欸，他第一名！天哪、啊！完蛋完蛋！幻影星星！哎、欸，还好没有。啊，甩到一！我拿零一闪子！什么意思啊？哇哇的只要300，哎、欸、怎么可以这样啊，就是给我拿幻影星就对了啊，他就这样给我拿幻影星就对了啊，为什么要来了，这很好玩的、欸、这个最简单的、欸、这种人只会说是而已，好啦，我这样要甩了，甩就对了，最好听我的话，知道，差一步哎、欸！这算什么？哎、欸，这很惨哎、欸！我等下会遇到幻影星星，你可以陪我。你抢只是抢多几颗而已。重点是快速一级。哎、欸，损失五颗哦，这么多。然后没了。遇到倒退也很危险，所以一定要零一骰子啊！最好不用骰到零，你就可以不用死。零死金牌，好吧，我还是必须接受惩罚。损失五颗才惨。我觉得这太惨了，这个快乐一起要赢了。对，这个很惨。我拿同样的要到往上涨。天哪！那个热热跟水要对了。哎呦！算什么？那算什么？怎么又来？不要我就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这个真的。可以。哦，这个最简单。可是居然这样子，等一下还是会遇上幻影星星。对啊，所以互抵消啊，你赢的话就抵消，输的话就损失5颗。哎，输的话你就损失10颗。真的是惨。所以你一定要赢。好，来过来。这最简单啊，我可能会死。吓死我！不可以笑。都没有用，还是遇到幻影星。对呀、啊。哎，你有零一骰子啊？哎，你有零一骰子，你就骰零一就好了。
希望有用，一定有用的，我相信。我相信你，快点甩到你。唉，幸好。就是这样，好让快点受伤。可是他不要给我甩到后腿就好。唉。哎哎。人家聪明，加油。哦、又是一个，他最好闪到一了。就是，你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子？他最好闪到一了。人好丑，所以不要开心。哎，换到我了，刚刚好，可以拿十个。我可以拿十个。还是想时间哥，我不知道。拜托了，不要甩到一啊！你看我就知道，每次都这样。什么东西？然后又给他得，他是最不应该得的。这个不行。我不行。这个最好玩了，希望不要遇到什么最好。哎，干嘛？啊！我死在搞什么？猜的人，搞屁啊！啊 ！Finish。不好啊！太好玩了，你第二名又没有关系。重点是要变成坏物体的那个时刻，这最不能搞。哎，他这样，他要变四十八颗，这样对多久？他拿到四十八颗，什么意思？好，闪那么高，他是对两次。他要四十八颗。惨了，这次要给他赢了。哇、哦！我什么东西？管他什么东西，反正不是。哦，算了，我输了那个。啊！你们的全国损失两个人游戏，老鼠有八颗。他有八颗什么东西？活了。看一下。啊，那抓住他就好了。他抓的，他也是，还会抓，他好棒啊！老鼠抓，啊，他赢了。高东西，为什么？他是你转到鱼，我是乌鸦嘴。哎，他给他前进，什么东西？完蛋！老鼠这算什么？老鼠为什么要重死？你可以甩到六。我才没让他甩到六。一定可以，我相信你。我是乌鸦嘴，一定可以甩到六。对呀。我输了。我最悲惨的。你掉了。没第二名了。哇，那你不要理我。哦。小游戏。咕咕。才刚抢走两颗，现在要抢三颗。什么叫抢三颗？哎，等一下，拆桃核了。啊，比较难玩。那就闪躲东东嘛。啊，东东。不要玩那个奇怪，不要变态跑，就这样。对，就只要应该就只要移动吧，移动来跳。我可以跳着去撞洞。又不是败者为胜。是啊。喂，不要推我。啊，我好恐怖。
哎，喂，这不好玩。我的路线被封锁住了，这算什么？如果是败者为胜，我就赢了。我要一直祈求败者为胜。我的星星都被抢走了。刚好，你吃刚好。我相信你。哦，他要用到那个。现在最后一名是，他要拿骰子，他要拿到那个慢慢骰子。慢慢骰子，慢慢骰子。不懂。来了，好久没见了，不管他出现。我不要，不要拿礼物。他一定要的，直接电脑。真好玩，真好玩，真好玩。最讨厌就在这里一直待着，我就惨。哦，欢迎星星来了。哦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哎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什么意思？哪有这一个？我不要玩了，我想把它关掉。我知道谁要塞你上了。拜托了，谁都算你上啊！哦，每次都这样，烂游戏，这游戏谁啊？当然要往这边走了。还可以冲刺的。对，这样冲刺。已经库巴库了。我想要玩库巴库了。哎呦，那个蛮好玩的。那很坏。说我会闪到六块钱，闪到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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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四库巴德，快点库巴德命，快点库巴德命，库巴德命就会变有趣一点。快点库巴德命，没有，快。我说说，不要啊啊！吓死我！我收拾。我应该有闪击，可以点他们关系。谢谢。这个都快录一集。哦，为什么没事？他有什么要挡住我？真的坏。他是闪到一的。闪到一还是会有库巴等着他。哎呦，我被他等到。他现在闪到二。算什么？算什么？他第一名。他本来就第一名啊。太真厉害了，结果关，我下一个人，别拿那里，哎，到了，想要我了，哇塞，我们最后了，这样是什么意思？你直接说他送你星星吗？他就绕那边坐坐啊？为什么走这边？啊！不，是外面有树叶。就完蛋了。你闪到六就可以拿到的东西，不错。好吧，前面就是五号，但不要去靠近他，靠近他不会有下场。嗯。你要陪我，谢谢狗狗。嗯。然后往旁边走啊，旁边走还可以拿到骰子，那边另外一边你可以拿到骰子。那是因为我不想让下一个人得到什么小东西。下一个不死，你给他得了不死。你刚拿到什么骰子？哼，兄弟，哦，不要，这游戏很烂，没有关系，反正烂。我每次玩这个都是最后一名，我不想玩这个游戏。我是不知道这个游戏玩到什么时候这样。每次玩这个游戏都是拿到什么，不懂。啊，接下去我还会拿二十分。哎，没有，没有，还好。哦。哎
人捞三十分了，那已经快六十分了。快六十分了。二十七。很烂呢。第三名。第四名。啊，那你最惨的。为什么要最扯的都快六阶，可能要三颗。超级巨蟹，超级巨蟹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我不懂。那个可短了。他们最想都闪到一啊。哦，中星星要给坏六级啊，有病。中那个十颗要是给坏六级。最好库巴革命。有库巴革命。库巴革命，库巴革命。哦，跟我们又没有关系。哎，没有，就他自己啊，所以他自己就会拿到了。那就十个。哎，下一个又是坏绿警，拿十颗，是不是？又是坏绿警，拿十颗。你可以看，坏绿警要拿十颗。那就很变态，他拿七十颗给他。我觉得他至少被幽灵看上，我很开心。你抓人，你抓鬼。哦，亏他想到这一招，不懂，不懂，真的不懂。很运气吗？我不知道。但我们可以主宰他的命运，对吧？后退。他可以再拿到十颗没关系，我拿啥？他要拿十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他要用到库巴革命去，好吧，库巴革命吧。库巴革命啊，拜托。去哪里呢？拜托。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没有？最好不要这种事，一万个小时。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心意都夺走，夺一半，我们每个人心意都要被夺走一半。然后那样的小游戏，就为了这样哎、欸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懂啊。七十八根。哇、哦，第一名很厉害，看他选什么。啊，这个你最棒了、啊，这你最厉害。这次要好好的玩。那、啊、你之前都没有好好的玩，不是，是每次都要好好的玩。好吧。因为这次不是开玩笑的。这次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些要认真哦，认真真的对不起，他在抢东西。不，我扁掉了，这算什么？扁掉。哎，真的很烦哎。大家都抢那个，没人要玩那个，游戏真的很烂，知道吧？可以吗？哦、oh, yeah. ！被你反败为胜。没有啊，花露姬输了。花露姬输了，他拿了露姬。好多、哦。你也不错了。我剩下一个金他就拿走了。啊、哦，还不错。他还是。超过了，我只现在还有十个小兵在上面，这样反而变烂了。然后又被你得到了，不会，一和四都不能成到，我每次要这状况都好像成到一样，哇，这根本就不用玩，你们可以预测我们会想要得到，五不错啊，没得到，这次换你，希望如此啊，可是我觉得还是被别人碰到了。目标肯定实现。大风吹，大风吹，唱首歌歌。来吧，哥，带领我们吧，把我们要再重复一次，重蹈覆辙。真的好玩，真的火腿。怎样能让我们？是不是感觉会超过一级？不好意思。哦。试一下，让你试一下好不好？
是一下。打。或者你选游戏。其实都不好玩。对，其实都不好玩。那还是玩游戏。游戏怎么玩？我看，我看有人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。也是游游。等一下啊。对，游游就是。用大炮攻击啊，就。对，反正要怎样玩？我看一下，如果游游丢海胆小子过来，就用大炮攻击，不要自己成为攻击。OK。这困难吧。希望可以拿好东西。玩哪里？我一直都没有攻击到，因为我都没有看到我的目标。生气了。没想到我是最终一个。没有看到。我有看到，可是我没有把攻击他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游戏我最不会玩。哦，哥是马里奥吗？对，哥是马里奥，我都超强的。哎，马里奥可以 K 掉一次。可是他的分数最高的，是你可以知道。马里奥还加三。哦，我为什么是最后一名啊？我不懂哎。不知道。OK， 哥哥应该不错。知道了。我是队长家。对，你可以加五颗。最讨厌的是我只拿一颗，哎，三颗，有用吗？没有。再给我八颗。五颗，哎，八颗。哦，加八颗这么多，很神奇。哎，最后一，我刚最后一站拿到最后一。至少我们三个都有，突然录集最悲惨，应该是很高啊。给他一个教训。我觉得应该不是我。我觉得不是。因为我刚一直踩到一啊，你在紧张关头没有踩到一。小游戏。对呀。谢谢。最恐怖。你要赢啊！我不知道，我是因为你超级可爱，我很好奇。我在怀疑是这个人物差一颗，差一颗算什么？你笑我。谢谢。